那种战场环境可能还不像真正打仗一样，身边兄弟倒下这么多，但是那种战场环境，我想在和平年代已经是很难遇到的了。他把我拉到一旁问了我一句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不会挂了吧？”就我妈听到之后，就可能也是极力反对我，不让我去。他说：“那会不会打仗呢？”我说：“那怎么可能不会。” South Sudan is quote back to war. 生和死的考验，永远在这个演习场上永远模拟着。只要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撤退命令，没有一个人说离开这个地方。